我们话不多说，然后进入到比赛。然后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张地图的话，是我又来到了我们的潜艇，担任潜伏者的是 EMG King， 还有担任保卫者的是梦想旅途。是的，对于这两支队伍的话，梦想旅途这边还是不太熟悉，而反观 EMG 这边，大家对这个名字是非常的熟悉。而反观队员的话，昆山仔啊、卓啊，是我们比较了解的一些选手了。对，然后包括酒吧，哎，酒吧也是跟这次跟他的这个双胞胎兄弟九七是分开了，然后九七已经是拿到了小组赛出线的名额，看一下酒吧在这场发挥能不能那么顺利。那么第一时间的话是潜伏者这边是抢了一个 A 包点，也是牢牢站住了 A 控。那么这一波的话是打 A 区，是顺利来到 A 区下，成功的安放了 C 四。现在是一个保卫者二打四的一个回防。是的，而法国这边九八配合着金二两个人在 A 控的位置，看一下保卫这边要不清一下。哦，一是，哇。这边这个金二这边枪法是也是出现了一点失误，是的，非常可惜。看看昆山在这边能不能再有机会。哇，这个有点悬了。但是主阿这边是补掉一个，看一下 YCC 一个啊，还主阿这边稳住了，稳住了。对，刚才其实保卫者这边已经尽力了，然后在潜伏者在 A 控一个双架的一个这么一个点位上，然后他们还超火力点直接是被清掉。对，刚才这个 RVC 残局还对于 EMG 的话还是真的是非常的险 的。刚才两个人下 A 爆点的时候是满血的一个状态。嗯，其实他们脑袋里想着光是想去抓昆山仔了，而忽略掉了抓的这个点。嗯，哎，这边也是潜伏者打的特别的冲动啊。 对，然后瞬间是来了一波刷屏，现在只剩下 KSS。 那这一份的话也是没有机会。嗯，我们有看到，那么其实这边EMG 这边打的真的是特别的强势，2-0，速度是非常的快。 Flash bomb， 手雷来了。每个队伍跟每个队伍的风格不太一样，那么我们有看到 EMG 这支队伍的话真的打得特别的自信。哎，这边要被打一个侧身，看一下杜邪这边能不能意识到。哇，刚才还想说这边的话，然后杜邪可能要被打一个侧身，然后这边是杜邪回头一个反秒。看一下酒吧现在是摸到了 B 控的位置，知道这一分还是要对 B 区这里有想法。嗯，上一把的节奏战术是一样，但是节奏是不相同。对，感觉这把是速度放慢了下来，反而是不太适合他们了。对，一个点一个一个的被蚕食掉。嗯，那这样瞬间剩下昆山仔。那么昆山仔的话也算是我们平民玩家里边的高手了。对的。嗯，这边 TW 知道昆山仔一直在架点，哎，位置被锁定，没有办法，2-1，梦想旅途也是扳回一分。看一下这一分，我们这边保卫者是选择了一个前压，看有没有收获。是的，B控配合着走廊的位置直接填顶，但是 EMG 这边也是打得非常的稳，没有硬刚。对的，看看是不是要选择直接 rush A 区。保卫者这边的话，虽然我看 ID 的话我们不太熟悉，但是从这局打下来的话，他们是一个还是很有一些套路的。在第一时间潜艇的话呢，并没有选择是就是再往继续往前压，是头脑一热上直接顶上去。对，他是第一时间还是撤退回来。哎，这边又是一个星二的一个在 A 区，应该是后A 门的位置，对，一个双杀。现在是一个3-4的回防。看一下这边两个人直接从小区下点。能不能先把包点的给补掉？哇，直接是被反秒。嗯，3-1。这 EMG 这边还是，毕竟昆山仔和卓啊还有酒吧都，虽然说对于一些来说他们可能是一个新选手吧，是的，但是在他们队伍里他们也是属于一些老将了，对，也是有一些经验的。对，经验是相当丰富。对，特别是在 TDA 这种线下的舞台上，你能比对方多那么一点经验，那就是可能就这一点经验就能导致你最后的一个结果了。是的，这边也是酒吧有一个 TK 啊，
其实京二这名选手我还是蛮有印象的，他应该原来是福建帮的一名选手，也是当时被大家特别看好的一匹黑马队伍。对，福建帮我之前在上一届的时候我有看到过，嗯，确实每个人打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对的，看一下这一波一二门的突破，看上 YCC YCC 的一个价点，只有一项机会，还好没有被白，所以这边躲了过去。但是再继续控点，嗯，但是梦想这边两个人的血量啊太不乐观了，对，都是被打头了，但是还好，好歹也是人头上是有点优势。看看 YCC, 话没说完，这边果然是狙掉一个，嗯，两个，哇、哦，应该是在一二门这个位置赚到了。那么现在只剩下抓，哎喂，哇，这个打掉一个残血，不过还好，这个属实是有点冒失了。这个残血，对，拿个 AK 然后在一二门跟 M4 对穿有点不太明智。 Fire in the hole. Stick bomb in A. 一个 1v2 的红房，看一下主蛙能不能再一个特别有，哎呀刚说完话还没说完，这边直接被 KS 带走。对，如果他是能第一时间抢到一个有利的位置，然后有一些掩体的话，这个 1v2 也是很有机会的。对，但是保卫者这边两个人的回防速度是非常快，直接在 A 控架好了点位，嗯，三比二，两只在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哎，这边也是 OY 是在 B 控的一个前顶。对，其实在刚才的话 EMG 这边还是稍微有点犹豫了，在一二门被发现以后在那边待了最起码好像得有半分钟了。对，而且是一把大炮在那儿架着，又没有风啊，我们有看到没有说是人些烟雾啊，这些道具在那儿就光明正大的站在那儿的话，真的是有一点太大胆了，太藐视敌人的枪法了。其实我个人觉得在对于这些 TGA 的队伍啊，他们其实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欠缺的在关键的时刻有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对，就是他们在我们该怎么办。是的，就可能在我们进行一个抢点呢、啊、或者是在一些就是反清之后不知道要去干嘛。哎，清完这个点了，接下来那一步动作队里的指挥没有说，他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是的，所以说就待在那很长时间，这种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小范围的一个小指挥立马说出一句话，我们退回去或者继续前顶或者是怎样。对，就是这真的是每一个新队伍吧，就是 TJ 每一个新队伍所欠缺的。对，而且他有的这些选手其实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嗯、但是他们就是说不出来在比赛的时候。对，如果能把这几点做好的话，那个人啊还有团队的一些整体状态大大的提高。是的，好，再看一下这一分的一个残局，刚才这边也是保卫者有一个漏点，让这边昆山仔是手枪杀两个，然后大炮狙击一个侧身。哇，这个对梦想的话有点伤这一分。对，这边是昆山仔一个单局四杀，我没有看到刚才是两名保卫者前顶在避控，然后被主阿拿手枪双杀。那么刚才我们又看到 B 包点是有一名保卫者，但是竟然二楼没有人去看二楼这个位置，然后被主阿悄悄摸上来打了个侧身，真的是很伤的。烟雾弹，有的时候在特别是在这种线下面对面的情况下，嗯，要屏蔽掉周围的一些声音，还要屏蔽掉对方的一些嘲讽的声音，所以说对于这些选手还是稍微有点紧张，有时候在沟通这方面做的不太到位。对，就对他们的考验太多了，就是你真的想就是像平常训练呐、啊、或者线上打的时候去认真的去听脚步头脑清晰，哎，有点哇，你看在这个手枪，那这样的话 A 包点是直接被清空，小心闪光，这边也是 YC 给补掉。对，补防也是特别快，那么这边潜伏者也是顺利来到了 A 包点，还是不太敢过点。看一下这一分
二 v 三的一个回防，两个人都来到了 A 控。嗯，还是要从小 T 下吗？感觉梦想这支队伍一来到 A 控的时候，特别的喜欢在小 T 这个位置回防。是的，一个闪光没有白到，抓的位置。哎，想骗一下吗？来了，看到了。交叉火力是没有办法，两个点位第一时间下来秒不掉的话就没了。对的，现在比分是4-2，5-2。小心手雷来了，线下比赛就是这样，真的，你一旦让就是某名选手打出来手感之后，那真的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对的，现在我们有看到昆山仔的接下来是来到了9个 frag， 而且还是一把狙击打出了手感，那真的是威慑力太强大了。是的，现在如果说狙击手感打上来的话，对于对方的话，这个走路就有点，就得小心小心再小心。对于梦想现在的话，还是稍微考虑一下，去换一下这个防守站位了。哎呀，左，这边是升的。能不能补上？啊，东邪也是直接被击杀掉，而 B 区这边是已经过来打掉一个金二。现在是一个三打三。占领了 B 保点。是的。看一下后续的情况，但是 C 四这边是被打掉在卷的口。啊，对。那这个位置有点尴尬了。不，那这样的话，九八的一 v 三，这是没有办法。梦想旅途扳回一分。刚才我们有看到他们是想打一二门，但是主阿第一时间是看到 A 控的一名保卫者，还是生怼卷底。其实刚才没有管。对，因为 A 控其实刚才是弄了一个背身给他。我的天！哇，就是一个这个，很自信。对。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队伍里指挥说了，我就是铺卷底，然后配合着更衣室形成一波包夹 B 区，执行力强。对，但跑得太快了，有点没衔接上。确实，他死完以后，后面的队友也是刚刚到达他的位置。是的。那么这一波的话，应该是保卫者又第一时间又选择了一波去压 B 控。我感觉刚才九八死的时候应该被定的没有什么信息，他应该是在应该是在 B, 刚刚露一层小头皮，对，他应该在 B 控的第二次被准了，因为上一把虽然没给到我们视角啊，但我们也能想象到了从那一发。看一下上半场的最后一分，4-3，非常稳。但是 B 区这边应该是 B 控的一个前顶的位置被刷掉，嗯，瞬间剩下卷底的 KS 和 A 包点防守的 OY。 法官 EMG 这边两个人在一二门还没有什么动作， OY 这边要主动吗？看到一个应该是往回撤回来，但是还不错，这边的话是 KSS 打掉一个 2v2， 也是锁定了潜伏者的位置，但并没有说是锁定以后去抓，而是求稳，还在等。时间所剩不多，看能不能意识到两个人是已经转到了 B 区。B 区炸弹已安放。Smoking bomb. Smoking bomb. 看一下这一个闪光打在黑屋。哇，这个白把自己白了。哇，这个。这个闪光真的神助攻，不过还好 KS 还好这边 KS 完成一个双杀。是的，如果这一局的闪光扔好了更完美了，对吧？对对对，还好这个残局拿下了，要不然的话这一波的话真的是要背锅了。那这样的话上半场是5-4，这个比分还可以接受。其实我们有看到，那么UMG 这边的话个人实力真的是很强，而且擅长于就是打快攻，那么到后边的话就是慢慢的一些弊端也就暴露了出来，总是一个一个被打掉。我来看一下下半场双方角色互换。嗯，看一下梦想这边的一个进攻节奏。一二门这边也是各种道具各种骚扰，
哎，这边是抢到了 A 门的位置。这边应该是在一二门担任一个骚扰的位置。嗯。而另一边是两个，两个走廊配合两个更衣室。哇，这边是一个金二，应该是在一个 B 区的一个双杀啊。空山仔也是在打掉一二门的 KS。又是金二，三个。金二的 B 区包 ，B 包里的防守。那没办法，一个后路已经来了，前后包。哎，两个，但是测试后面还有，对的，人太多没有办法。六比四，嗯。守雷来了。Fire in the hole。这边梦想的 GYC 的话，在上半场就没有看到两把狙击在一二门的一个对决。是的。手雷来了，还是有点太稳，避免第一时间被打掉，影响队友这边的一个心态。对，一个聪明的狙击手就是就打你啊、对面的步枪手。对，跟狙队的话，真的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个感觉作用不是没有，是直接打步枪手啊，打得爽。对。那刚说完，这边 YC 也是率先狙掉了九磅，但不得不说，潜艇这张地图一二门这一块，如果说哪一方能站住的话，确实对他们的优势是非常的大的。嗯。一直在降，但是可以通过雷达可以看到这边是没有人。小心闪光。昆山仔也是很有耐心，还在管道，就等你管道来的。那么这边 YCC 是受不了了，毕竟对方的狙击手 YC 已经是打掉我方两名人员。是的，哎，这边、看到了，小心闪光，但应该是不下了。哎，加上队友一起来了 ，YC 终于哇，直接是一个闪身带走。是的，那这样的话，单局 YC 是已经完成了一个三杀。看一下后续。主要被打了一个背身，瞬间剩下近二，一为四。哎，那这的话，梦想扳回一分，六比五。这一分的话，梦想的处理的方法是非常不错的，利用 YC 这把狙抽掉一个人，各种转点，然后让你出现一些防守的漏洞。对的 ，YC 这边也能去抓住这些地方的一些失误点。是的。因为我们有看到 EMG 他整体的一个风格，就是喜欢个人实力都很强，那么他可能喜欢各点开花吗？各点，对对，每个人都想去探一些信息回馈给队友。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给了对方狙击的一些机会啊。如果我枪感不是很差的话，真的是对面的狙击会很舒服的。在担任潜伏的时候打的还是非常的稳的，还是给我感觉还是比较依赖于 YC 这把狙的。嗯，看看这边能不能击杀掉对方的人，或者是回馈一些侦查到一些信息。是的，那么这边梦想旅途也是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是很着急。哇，哦，这个先杀个队友助助兴。在可以看到雷达上应该是在管道下点，直接一个空降落在 YC 镜里，真的是很准，反应快感。是的，反正只要有人我就开枪，也不管队友还是敌人。啊，这边也是这一局的话，梦想旅途这边就损失惨重了，被 TK 一个，还被对方打掉一个。现在五打三，B 点集合。那现在的话，时间所剩不多，只能来打 B 区。但是这样的话，只剩下 KS 一打三，位置也是被血量也不是很多。对。现在是七比五。嗯。啊，希望不要就是被影响心态。我感觉像 YCC 刚才 TK 完队友以后，对面的 EMG 这边肯定疯狂嘲讽。你线下的气氛嘛，我们大家都是了解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方肯定都会喊，是吧？对，死啊，漂亮是的，那我们这边也是开局被
破山仔抽掉，现在是一个一换二。Fire in the hole。我们有看到，其实双方在作为潜伏者的时候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套路啊，都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卡点，然后可能就是然后再进攻一个点。对。没有让我们看到三二夹壁啊，这样打一些佯攻啊。基本上都是在前期各个点，就是每个点都有人去卡，然后去判断一下，然后再然后再进行一波对枪。打哪个点？对的。哎，中邪的位置，这个位置看能不能？哎呀，要搜的有瞄到名字，哎，还不错，打掉一个，准备第二个，两个。东邪这边很聪明，他瞄到名字以后瞬间开枪，对，他没有选择往回撤，而是直接拉出来，也是让这边潜伏者没有想到。那这样的话，比分是来到了8-5。看看梦想这边是不是要考虑来一波是吧？快节奏的乱石，打一波出其不意的一些东西。嗯，毕竟这一分每一分都是在一个慢节奏，每个点都去扛。守卫来了，没有什么说是占很大的一些优势。哇，这边的话也是在烟雾里边 ，QX 是秒掉了昆山仔。对，这里应该是有瞄到名字。对的，这枪是真的准，看不见人，在烟雾里边瞄个名字就能打到头，真的很厉害。看一下酒吧要主动吗？哎呀，拉出去打掉一个，管道这边也反摸。啊 ，HM 这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哎，瞬间来到了一个二打二。还不错，金二这边也是补掉了 TW， 剩下 YC， 看看有没有机会。哇，在白的一瞬间被击杀掉，6-5。对，也是 EM 这边是率先拿到了赛点。手雷来了 ！Fire in the hole！Fire in the hole！ 小心闪光！等一下。梦想这边能不能扳回几分？主要也是来到管道的前点。对，那其实、哎、要来，看下面有看到枪头。哎呀，这边是那个动作，就是在勾引你开枪。对的，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人，晃一下身，非常的聪明。小心闪光！第二门这个位置是不是感觉稍微有点冒失啊？没有烟雾，没有道具。在那里静一走，对，这个地方要么就是我啊，好特别果断的我一起去 run， 你要在这个地方没有烟雾又没有掩体的情况下，你进步去摸的话，这真的是出来被人打靶。对，这个位置其实不能说也不能说不可以进步摸，进步摸你要在另一边墙贴着那边墙瞄着一空的那个位置的预瞄点的位置去摸。是的，而你贴在左边墙，这个如果卷底有狙的话拉出来，真的就把整个身位都给了对面。对，哎，看一下这一波回防。 哇金二今天这个状态是真的好，现在一打一，但是我觉得有机会，因为昆山仔是个狙击，但昆山仔的手枪打得很好。哎，他说吧，还是被秒掉。那这样的话，梦想旅途是扳回一分，9-6。要前顶了吗？但是这里梦想想来一波快节奏的三二包夹，必须后续的队友呢还在等，想控制一下，看一下酒吧这个位置，这个点位要不要搜，利用烟雾没有搜，混着烟雾打掉两个。哇，这个真的是有点伤，太伤了，感觉第一个人进来以后就是带了一眼。是的，但是酒